好，开门了。啊 ，Action。好，开门了，然后呢，冲拳。啊，冲拳，冲拳，冲拳之后呢，好，转左手冲拳，对，转两边，转两边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啊，然后呢，就转正身。啊，然后偏身，真的，大概跟 Jimmy 那个动作为准好了，一直正身偏身，正身偏身。然后呢，好 ，Jimmy 一冲，完全冲，还记有印象啊？直接冲，转身冲过去，对，好，一直冲。你把它看成前后转马也可以，你当成是完全九十度左右转，180度左右转也可以，啊。对，跟 Jimmy 那个节奏动作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啊，冲发手正身，然后转马冲拳，对，发手，对，主要注意的是马步哈，手法是协调平衡，啊，对，很好啊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一冲拳，一步一拳，对，一步一拳，一步一拳，一步一拳，这一个好，左手转，对，然后一步一拳。啊，听我提示好了，然后空间距离大概在那个，在一个，好，一转身冲过来，两拳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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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拳，好，转身啊，然后对，好，一步两拳，对，好，然后转一步三拳，一步三拳，对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练好那个步的感觉，对，好，然后呢转呢，对，好，一步三拳回去，对，很好啊，那个一直躺后的感觉，好，停啊，然后呢一转身，就一转身那个一脚一步一啊不连续冲拳还没有踢脚，上步一秒钟一步，手冲拳连续，轻轻轻轻，对，好，不用几步，好，停，好一转。对，好，上马冲拳，连续冲拳，上马连续冲拳，对，一个一个啊，上马连续冲拳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转过来了，现在才是一脚上马一步冲拳，对，轻轻一脚，高低没有关系，有踢出来，摆桩，那个马挺没有摆桩，没有冲拳，好，然后就转身过去，啊，好，一脚一步一拳。一脚一步一拳，一脚一步一拳，好，对，很好哈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转过来哈，转回来正身冲拳，正面开始那个冲拳，好，转回来跟 Jimmy 一样，然后呢，对，原来位置，也是偏身正身偏身正身，偏身正身偏身正身。偏身正身的好，然后呢，只有左右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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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45度那个，对，45度那个，好，然后正身，正身冲拳啊，好，然后单脚冲拳，随便哪一个脚都可以啊，对，脚抬高不高都可以，轻轻一冲拳也是一节奏一拳一拳，好，放松，好，直接宽脚又宽冲，对，很好。哦，很好，好，这结束了哈，然后先回来原来的二级前两码，二级前两码好，包拳，包拳就好了，二级前好，没有上码，圈步，原地圈步，原地圈步，停，圈圈停，圈一个圈一个停，顿好，再圈再停，好，轻轻上一步，圈上一点，对，微微上一点啊，跟 Jimmy 那个。对，上步停，对，再上一个，好，跟几乎完全一样，后退，圈，对，身体还是躺后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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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啊，好，然后整个人转身过来，然后一圈上步偏身了一圈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一步，啊换，对，很好，一直这样换马上马，很好。那现在一圈是上一步啊，后退也是退一步就好了，前脚退后，对，对，也是一退就冲一拳，对，对，对，慢慢的，对，再退一点，再退一点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
一圈上两步，哪里圈？咻咻，不是，圈碰碰。圈好碰碰。没有圈不。所以看 Martin 做给我看，对对对对 ，Jerry 就对了，再来，圈就斜斜边，斜四十五度，再一脚，再一步，再一步，好，你圈上一步，再上一步，听得懂啊？再一步，再一步，哎，你没有听懂我意思，那个 Jerry 反而对，好，你圈上步，对，好，再圈，再来，好，懂啊？好 ，Martin 也是一样，一圈。好、好，对了 ，Martin 的步要窄一点，而且步幅度太大了。好，退步回去，退一次退一个就可以了，一圈就退，一圈就退一步，一圈就退一步。如果你不用退马回去的话，你就是用你站蹬一下站好，一个转身，转马整个转马。如果你刚才那个，如果你上不来这边，你不用后退的话，你就用整个人转马。对，当然你要注意哪个脚不要拐到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不对，懂吗？其实一转不，你转完全站身也可以，一转是斜脚也可以，那斜脚有斜脚的练啊，这里就对了，这里就做到整个空间了，那这里你停住哈，你转马冲，你两个手，哎，你两个手应该交错的，好。现在右马左手一圈过，一转身圈身转身过去冲一拳，好，你就然后你就上马，哎，停就上马，斜脚过去，对，要圈斜脚过去，听得懂了哈，这里懂了哈，啊，金米也懂了哈，大概这样哈，一直这样，所以你可以走整个空间走来走去不同方向在走的，你用后退也可以，你用转身也可以，听得懂吗？哪金米的哈，那等下看影片你就知道了。那如果你用转身的话，你可能就不同的脚和方位走了，你本来是向东南西北，你可能变了，对，一转身整个人转身看看，对，那个 Jerry 的转身时候的手不交错比较好，没关系哈，对， Martin 就对了哈，然后 Martin 原转身直接转身， Martin 转错边了， Martin 转错边了，听你刚才那个你回去 Martin 你刚才你面向那边给我看，好，右脚在前面，这样转不好，因为你用后退脚，不是，好，没关系，这先不管，没关系，继续练 ，Martin 继续练，对，一直转，对，很好啊，好，然后呢，三个人尽量慢慢走回去原点，啊，不需要停下来，突然一跳到原点，那你慢慢转圈步回到原点。然后就一直真身冲拳，真身对了，好，来冲拳，冲一百拳就好了啊，好，大概了，不用数了啊，好，一直冲，不用快哈，滴答滴答滴答冲拳，现在8分30秒了，很快快到9分钟了。很好啊，你看刚才这样练下来，自己都练出那个领悟了。好，然后就收拳收马，对啊，深呼吸，对，深呼吸。